一般潜过水后，会在水外待一段时间，依据电脑表显示的免停留极限来计划重复潜水，但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两次潜水都已经有计划好的深度和时间，所以反而是要计算两次潜水之间要等待多久，这就是所谓的找出最短水面休息时间。想象一下，你和前半在一艘沉船内潜水。 你的第一次潜水是在18公尺60英尺处潜40分钟，并且你第二次打算潜到15公尺50英尺深。你想潜45分钟，根据经验，你知道你们俩都有足够的空气可以做到完成安全停留，并在有足够预留空气的条件下回到水面。为了确实在极限内潜水，你们同意在第二次下潜之前，电脑表应该要显示有至少50分钟的免停留时间。 所以你在18公尺60英尺处潜水40分钟之后，得等待多久才能在15公尺50英尺深的地方有50分钟的免停留时间呢？有一种方法是定期查看免停留极限，直到你的电脑表显示你想要的时间。这听起来很不实际，但随着经验累积，你会对于在水面休息时间期间可获得多少免停留时间越来越有概念。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潜水电脑表的计划模式，并非所有的电脑表都有这个功能，但有了这功能的电脑表就可以在潜水后输入水面休息时间和深度，然后显示免停留时间。有关此功能，请参阅使用手册或向教练询问。你也可以使用潜水计划应用程式、休闲潜水计划表或电子式多层深度休闲潜水计划表来查询最短水面休息时间。 这些工具不完全能比得上潜水电脑表，但对于在水面需要待上多久能提供很好的估算。请查看电脑表的免停留时间，以确认潜水时间符合你的期望。潜水电脑表和潜水计划表使用的减压模式都是基于从海平面开始的潜水，海拔越高，空气压力就越低，所以在潜水后飞行。 和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潜水都会增加减压并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潜水医学上建议潜水后需等待至少12小时再搭机飞行。如果潜水不止一次或连续数天潜水，就需等待至少18小时。有关潜水后搭机飞行的建议时有变动，请遵照最新的建议。 在海拔300公尺、1000英尺高或更高的地方潜水，需要使用高海拔潜水程序。你可以为电脑表设定海拔高度，但有些电脑表则会自动设定，请参阅使用手册。如果你使用的是潜水计划表，大多需要使用一份特殊的表格，将你的实际深度转换成符合压力差异的理论深度。 如果你将在较高海拔的地区进行开放水域潜水，教练将帮助你转换设定。你已经学会了要保持温暖以避免失温，以及放轻松潜水以避免费力过度。寒冷和激烈的活动也可能会增加减压并的风险。尽管你避免寒冷和激烈潜水，但如果你感觉比预期的还冷或更辛苦， 就要比平时更加谨慎。使用休闲潜水计划表或电子式多层深度休闲潜水计划表来计算寒冷或激烈潜水时，要将实际深度加上4公尺10英尺。进行安全停留时，要格外谨慎。如果不小心超过免停留极限，你的电脑表将会显示紧急减压停留的深度和时间。 上升时不要超过电脑表指示的停留深度，它会告诉你何时可以升上水面。当你的停留不止一次的时候，则会告诉你下一个停留深度。虽然完成紧急减压停留很重要，但不要为了这么做而将空气用完。如果你的空气存量偏低，就尽你所能完成停留，但要留下足够回到水面及出水用的空气。出水之后放轻松，尽可能呼吸紧急氧气。 并监控自己的减压并症状，至少等待24小时不要潜水。如果没有完成所需的减压停留，很多潜水电脑表将会在错误模式下锁定24小时。肺部过度扩张伤害和减压并的急救方式相同，所以当我们在帮助其他潜水员时，
不需担心如何区别这两者，许多潜水社群组织将这两个合称为减压疾病或 DCI。 按照你在第三单元学到的帮助无反应潜水员的步骤，监控潜水员的呼吸，并根据需要施予心肺复苏术，联系紧急医疗单位，包括当地的潜水员紧急服务，让潜水员保持躺着呼吸紧急氧气。像这样让失去意识但有呼吸的潜水员左侧朝下支撑住头部躺着，持续提供照护直到急救人员来接手。几乎所有减压疾病的病例都需要将潜水员送回压力环境下，并在载压舱中延长治疗。不要拖延急救的时机，并将潜水员送医治疗。治疗越早开始，发生永久后遗症的风险就越低。在压力作用下，氮和氧有一种让人麻醉的效果，称为气体麻醉。虽然不至于直接造成伤害，但会损害良好的判断力和协调性。征兆和症状包括飘飘然的感觉、失去协调、思考迟缓、反应减慢、不适当的笑、抑郁、错误的安全感、无视自身安全，并在紧张时感到焦虑或恐慌。气体麻醉的影响因人而异，但大多数潜水员在水深接近30公尺、100英尺时开始发生这个现象。疲倦还使用药物与酒类会使得这个现象在更浅的地方发生。在冷水中、黑暗中或低能见度下潜水，似乎使这现象更容易发生，而潜水经验似乎可以降低其影响。一般来说，气体麻醉不太可能对深度浅于30公尺、100英尺的潜水造成明显的问题。不过，如果你碰上这种情形，就上升到较浅的深度，通常气体麻醉很快就会消失。在开放水域潜水中，你会练习使用水底指北针导航。这个基础技巧有助你节省空气，并让你在整趟潜水途中知道你与出水点的相对位置。一个标准的指北针看起来长这样，指北磁针或指示磁针始终指向磁北，准线永远对准你的前进方向，定位外圈可以旋转，这样就可以将定位指标对准指北磁针，而方向指示则让你可以记录方向。像这样带着指北针游泳，保持水平，并让准线对准你身体的中心线，带着指北针游泳时要随时查看。若是装在仪表组上的指北针，就像这样拿着。要设置指北针，先将准线对准你想要的行进方向，接着让指北磁针稳定下来，然后旋转定位外圈，让定位指标对准磁针。现在将磁针保持在指标内，而准线正对你的身体轴线来游泳。如果你偏离了路径，磁针就会偏离指标。停下来，回到正确的路径上，然后继续前进。当你导航时，与前半保持联系并注意深度。要沿反向路径返回，就将定位外圈旋转180度，然后转身，直到磁针再度落在两个指标之间，这样你就是面对你来时的路。有些指北针有两组定位指标，这样你就不必重设定位外圈，只需用另一组定位指标即可。越来越多潜水电脑表内建电子指北针，它们的运作方式相似，但显示方式不同。请参阅使用手册，并询问教练应如何使用。经过这整个课程，你已经了解刚取得 PADI 开放水域潜水员证书的潜水新手有哪些必须遵守的限制。让我们来归纳几个重点。你所受的潜水训练最大深度是18公尺60英尺，或你所到达的实际深度以较浅的深度为准。随着经验累积，加上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之后的训练，休闲潜水的最大深度则是40公尺130英尺。你也学到要在与受训环境一样或更好的潜水条件下潜水，并且在潜水电脑表或潜水计划表显示的免减压极限内潜水。
你有资格参加 Paddy 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课程，体验当地潜水，以及多项 Paddy 专长潜水员课程。无论如何，每次潜水你都有责任根据自己的技巧、舒适度和潜水环境条件等因素来设定自己的极限。潜水新手时常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持续潜水。潜水业发现有三件事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首先，参加能让你认识可一同潜水的人的社交场合；第二，去不同的地方潜水，继续接受潜水教育，持续不断的学习。认识潜伴是很容易的，从你的 Paddy 度假村或潜水中心开始。他们通常有俱乐部和活动，你可以加入他们一起享受潜水乐趣。在 Scuba Earth 和其他社群网站上认识其他潜水员，参加当地的潜水展，并邀请一些没有潜水的朋友成为潜水员。在潜水旅游团中也可以认识朋友，当地的潜水店有可能会像潜水俱乐部一样提供当地和长途的潜水旅游。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你也可以开始规划个人化的潜水，设定训练目标，问问自己想要达成哪些潜水目标，然后挑选能带你朝目标前进且令你感兴趣的潜水课程。这是另一种认识潜伴的方式，而你通常可以将潜水旅游与课程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发现，为自己购买潜水装备的潜水员通常会继续潜水，并从中得到更多收获，这并不令人意外。如同先前所学，你自己的装备是你喜欢的装备。针对你的需求调整过，也适合你喜欢的潜水方式。Paddy 潜水员教育系统目的是帮助你安全的潜水，也帮助你继续享受潜水。它为你提供一条清楚可选的途径，以你所期望的方式在这条路上成长与享受潜水。或许你已经开始想着有朝一日成为 Paddy 开放水域水肺教练，循着 Paddy 系统持续你的潜水教育。你将学到新技巧，结识潜水同好，认识不同装备，以及造访新地方和新潜点。和教练或潜水店聊聊你的兴趣，并定期浏览 Paddy.com 网站，了解 Paddy 课程的更新和补充。在水底脱下及穿上装备的情形相当罕见，但为了未雨绸缪，你得学会怎么做。例如被缠住，或是为了调整装备，这是少数几个需维持负浮力的技巧。所以找个远离脆弱水生生物的不敏感水底来进行，保持负浮力并跪着，有助你在脱下装备后保持稳定，特别是使用整合配重的 BCD 时。以下是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不过还有其他方式。使用配重量轻或中等或没有整合配重的 BCD，要完全排空 BCD 内的空气。如果整合配重的 BCD 内配重很重，可以留些许空气在 BCD 内，方便脱下时处理。BCD 排气之后，像这样左膝跪在水底，右膝屈膝站立，松开束带。然后先将左手臂脱下装备，这个动作对于将调节器保持在原位非常重要，保持装备直立且不要松手。立即将装备靠近身体，立在右膝上，这样可以保持你需要用来抵消潜水衣浮力的重量。将右手臂的一部分穿过袖口来控制装备，视情况所需，可以将两臂都移开，让装备水平放在膝盖或腿上。不过，要穿上时还是需要立起来，像穿外套一样穿回装备。先从右手臂开始，再次强调这个动作能让调节器维持在口中。将装备拉到右肩上，它的重量可以让你维持稳定。用右手扶住气瓶的底部，让气瓶稍微前倾会有帮助。然后将左手臂也套进去，在将束带系紧之前，再三仔细检查有没有任何管子或配件被压住。在水底卸除及装上配重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调整身体平衡状态或调整配重。有时是配重口袋松动，或是你需要调整配重系统。
如何操作取决于你使用哪种配重系统，可能是卸除及装上个别配重、配重口袋或整条配重带。这是另一种维持负浮力会有帮助的技巧。停在不敏感的水底，将 BCD 泄气，要卸除配重那一侧的膝盖屈膝站立。如果是卸除配重带的话，则是右膝。卸除配重口袋或配重铅块后放在膝盖上，装上配重则与在岸上的动作很相似。以很多配重系统来说，将身体后仰有助于配重滑道定位。教练会告诉你最适合你装备的技巧。卸下配重带时，像这样，先将配重带松开，再从背后往前拉，左边有快卸扣的那端要放开，然后放在膝盖上。像这样穿回去，就像你在水面上用的方法。将配重带放到定位时，请记得向前弯腰或趴下，脸朝下，如此配重带就会稍微压在背上，这让快卸扣不会被配重拉扯，可以轻松地重新固定它。完全扣紧前，检查是否有管子被压住。有时你必须在没有视觉或触觉参考物的情况下下潜或上升，运用你学过的下潜和上升的5个步骤，但是要注意你的电脑表，并用 BCD 控制你的速度。在平静水域中练习这项技巧时，要忽视所有视觉参考物，只以前半和电脑表作为参考。下潜时记得平衡压力，紧邻前半并调整你的浮力，不要急。慢慢下潜比快速下潜来得容易控制。上升时再次强调要紧邻前半，必要时可以互相抓住，控制你的浮力和上升速率。再说一次，速度慢一点比较容易控制。用水中悬浮的方式，在5公尺、15英尺的地方做安全停留。在平静水域中练习这项技巧时，就停在水面和水底之间半途的地方。如果你下潜或上升时需要在没有参考物的情形下导航，一种方法是和前半互相抓住对方，其中一位导航，而另一位控制下潜或上升的深度和速率。你也可以在平静水域做这项练习。课程中会有一次。